我还是睡沙发吧。别动！你都伤成这样了，我还让你睡沙发？我还是不是男人？你把家里的医药箱拿来吧。怎么了？你脚还痛啊？那我让医生过来。不是我，是你。 箱子倒下的时候，我都看到了。你的肩膀没事吧？没事，真的没事。好吧，我去拿药箱。